结论就是我打一个失误，他打一个一手失误。假如我的那只那只什么炎龙的死之身没有打死，刚好打死那只乌龟，我就下去了。因为那只乌龟可以多撞我五点血，就因为我杀曼达图形那一手在乱点，一人一个失误，刚刚好啦。没有啦，是他打失误啦。他那边，我送了个失误给他，他没有趁虚而入。飞艇肉真好玩，哎呦，这不就是回我的那位吗？死ねない理由があるんだな。生き残る。叫天降一啊！这边来讲的话，好像还是得拍御龙者马蒂达吗？我觉得不行。这边要拍艾拉，因为如果他转换我的马蒂达，然后他还可以再补一点血。嗨嗨，兔西。太陽の輝きを信じるので。生き残る。哇哦，居然不跟我换。流龙少女。换我跟他做优势交换。限制模式下应该快不太起来吧？他打的好像快攻的感觉的。好冷哦！我现在在抖哎，对，我刚刚那个故事都还没讲完。结果我跟那个雷姆啊，然后拍很多照片，什么东西？那就这样结束了嘛？对。没有卡米亚。再来这边的话。私をこの程度と侮るなよ。怖がらなくていい。いい子いい子。倒れるわけには。比较像是亚瑟皇。因为他有放，他很像伊菲放的蛮多的。那亚瑟目前看起来比较像。先抽吧，龙之斗气。龙之斗气，然后我的自营用龙撞脸，应该可以。然后我的萨拉曼达吐息要稍微扣一下，如果真的是亚瑟皇的话。太陽の輝きを信じるので。好了，再跳。再跳。枯れた世界に青き救いを。再跳。然后。对面的进化点压好紧。
我也稍微压一下好了。約束の地を目指して。哦。我はクランの冒険なり。酷狐狸。进化亚瑟吧，进化亚瑟吧。哎。月収を犯したか。为何？为什么？カズチよ。完了吧？那为什么你要送你一只？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さ。虚しくたゆた。生き残る。那这边来讲的话，我可能，其实，好了，就是阿曼达主题下去，应该没有其他更好选择了吧？原主御龙使进化打三点，阿曼达主题下去。福林地巨莲，福林地巨莲，福林地贪，サクッとやっちゃうよ。これが私のオーバーチは。这样我比直接扫场来讲的话，我场面是站的比较好的。这边，哎，这怎么都打脸？好啦，可以啦。四。哦，雷震好强哦！哇哦！哇，接下来血量要小心了。好，可以开 PU 了，不管了，开 PU。原初の炎を教えてあげます。開け、召喚の門よ。触れたいのですか。龍人召喚師。開け、召喚の門よ。触れたいのですか。そんな。龍人召喚師。欲しい私になれたら。不不不不、艾拉。然后。要进化吗？不要，他心爆也无法收掉我。叔叔的解法永远都跟大家不一样，对，没错。嗨嗨，安安。修行不足だね。哇！これで決める。哇哦！帰って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さ。先に行きます。生き残る。サラマンダーの突襲。し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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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し。等等，我点到这只的话，有我可以丢两只吗？我先抽一张好了，先抽一张。哎，没有，先抽一张，我也没有两只的，也没有两只的龙人从者。看起来应该是这样了。倒れるわけには。私を怒らせたな。あなたにもお世話。約束は今が遠く。ないよ。あなたと共に希望の剣を掲げよう。よ。望みのままに。哇哦！哇！哇！修行不足だね。
我操！这一定会被别人骂。萨曼达突袭，今天乌利尔了。因为这边我可以先把我的龙爪项链拉出来。然后等等的话。Oh no！哥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叫我还要再下去？那，我想一下哦。如果我丢捕蝇地，就真的超赌。对，赌到炸啊！他想手上应该一定有那个男人。哎，我在帮他抓痒。这个沙曼子武器好猛哦，有棒就会来欸。好了，我已经没了，三张都没了。对，他们又来了，他又在扑。哇，这怎么玩？哥，这怎么玩？如果我全部两个样都走脸，不行不行。他一定有那个男的，我输了。输了。有三个亚瑟王，太强了。他可以快速的把他的低费牌全部都弄掉。前面没有机会让我下到龙爪。如果我在还没有压力的时候先下出龙爪的话，那这个。这一场战斗会好打很多，而且我每一点伤害都是额外多加一点。啊，来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我，画面上也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点选观看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